哈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Jennifer， 欢迎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起来收看我们的叽喳哈秀。今天真的是很开心，是我们本节目叽喳哈秀第十七集的播出。如何把 The Way 到华人频道做好的一个分享。美国十字架电视台 The Cross TV 涵盖全球一亿多个用户，它的华人频道到 The Way 于2023年7月1日正式启动，目的是通过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提升华人整体形象和影响力，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维护世界和平，把健康和财富送到千家万户。道是中西文化的交集，道是天地万物的演化运行机制。华夏文化的主要信念，道决定了事物有或无，以及生物生或死的存在形式，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周而复始的自然现象。圣经里曾说 God is the way， 上帝是道路。圣经创世纪里曾有记载，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因为Jennifer 说这些，我就是我的思想被凝固了。原因什么？因为我觉得道在我们从小到大一直听说，来到西方那我们还在讲道。那道作为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就是不能缺了，就像空气一样。那我们小时候就君子发财取之有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那到了美国，我们来到了教会，我们大家都在寻找平时说哎呀 my god my gosh， 那中国人就是我的天呐，就是说大家都会有一种敬畏之心。所以那归根结底我们需要有一个精神上的 support， 那这个 support 这个支撑点，那我个人认为我们能寻找这个道作为我们频道的一个名字，那也是就是非常奇妙。但是我从圣经的角度啊，从我们信仰的角度，从我们中国文化角度，那都是一种非常理想，也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一个名字。好，我要从圣经的角度来说哈，在创世纪1:27-30，神就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赐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然后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要管理海里的鱼，是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这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为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鸟，并被各样爬在地上所有的生物，我将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可见神是按着他的形象来创造我们。神按着他的道来创作他奇妙的人类万物，但是神也爱世人。神爱世人到什么地步呢？你看，神创造我们是那么的精细，光我们的眼睛就有1.25亿的干型感光细胞，600万个锥形感光细胞，是这么的细致。而且我们的手指呢，可以触摸到1/200,000的灰尘，是很细致的。好，人有800多种的才干，所以一个人呢，不是只会做一件事，而是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所以你看，我们的出生，还有你的形成，就是这么不简单。神爱我们，这世界上神造你，就是独一无二的。
你看，没有人长得跟你一模一样，连双胞胎也都不一样。好，只连我们的手指纹都没有人跟我们一模一样。那可见神创造我们，创造你是很独特的，又很精彩，所以你是很重要的。好，欢迎道森博士、Grace Song导演，还有我节目主持人 Jennifer 来到这里。好，很高兴我们三位与大家见面。我们今天探讨这个华人频道在十字架电视台，大家可能就觉得这个名字有点怪，但是在美国，我们上次也提到过 The God We Trust 在美元上，那你是不是也觉得很怪呢？因为在钱上怎么能印上 God 的这种我们普通人眼里就是 很神秘的东西呢？那就是这样。所以呢，那我们十字架电视台，它叫 Cross TV， The Cross TV， 这样。那我们不约而同，当Joseph 这个十字架电视台的创办人，他说我们这个华人频道汉字是这个字，你知道吗？啊，我一看是道，我说跟我的名字也重合呀。啊，我的名字叫道森。道森啊，所以神，你觉得神奇的时候，它就是神奇。但是你不就是说你的意念没有在那里的时候，就是即使是走神的时候，那它也在那里。也就是说，我们讲的这个道呢，它是小到可以你看不到无形，大到可以让你震撼，就是道就是一种说小就小，说大就大啊，说有就有，说无就无啊。这个我们中国啊几千年的文化其实可以浓缩成为一个道，所以我们就是东西方的理念在道上面，我们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接啊。这个我们大家不仔细想，总觉得好像很普通，但仔细想以后觉得我们大家非常幸运，尤其是我们今天在这儿又在就是我们讲华山论剑，我们今天是我们 Jennifer、Grace 和道森来论道，但是这个道呢，不是我们要干什么其他的事情，而是要把我们这个媒介，希望我们的电台这个道、这个栏目、这个频道，能够给大家带来无限的想象空间，也希望带来有一个非常能够指导我们人生的一个出发点。啊，谢谢道森博士跟我们分享哈，就是华人怎样把华人频道做好的这个重要意义和看法。那我也知道哈，就是道森博士呢，要有计划是在出一本书啊。这本书的名字呢已经有了，叫《道华人之光》这本书哈。那我想呢，应该在这里边有更多的内容啊，道森博士会呈现给观众朋友们。也想请道森博士说分享一下关于这本书的故事。啊，关于就是华人之光，大家经常会听到这个词，比如说，这个有点沉重的例子，就是今天我听说，华人的就是歌唱家李玟，因为他就是长期患这个抑郁症。他离开了我们。那这个事情呢，他也是被《Time》美国的《Time》时报，这个杂志，被命为华人之光。原因呢，就是因为他在奥斯卡颁奖，就是第一个华人被邀请登上，邀请登上奥斯卡颁奖舞台来演唱的歌曲的，他是，所以我们真的很怀念他。
那这就是从道的角度，从华人之光的角度，其实他们真的为华人不但争光，而且也为人类留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难以忘怀的一个亮点。那我们每一个人作为这个人类的一份子吧，都要发光发热，可能发出来的光可能小或者是大，那我们的价值呢也可能大也可能小。但是我们刚才Grace 也提到，在神的眼里我们是没有天花板的 unlimited。 所以通过我想呢就是发起这个华人之光这样的一个，算是对我们杰出华人的一些这个鼓励啊，或者是让他们去带领大家呀，或者影响大家呀，因为我呢曾经发起这个全球杰出华人颁奖，已经走过了差不多10年的历程，总共活动呢应该是有15次，也就是说我们颁发全球杰出华人已经15届了。那我们在下一次颁发，那就是全球杰出华人颁奖，就是第16届了。那这么多的人，在我们的范围之内，可能影响力没有那么大，所以呢，我也有这个想法跟大家沟通，大家也都非常支持这个事情，就是把我们曾经颁发过的杰出华人大约500多名吧，做一个总结。然后呢把他们介绍给大家就是让有价值的有影响力的华人，让他们继续发光，继续带领这个世界，继续影响他人，重新打造，也是或者是更好的打造我们华人的形象。道森博士分享真的是太好了那道森博士说了一下这个，讲到这个华人之光，杰出华人呢，那我本人也很有幸参加了道森博士的2届春晚的主持，其中在2022年也获得了那个全球杰出华人的称号。那我就想请道森博士谈一谈关于这个杰出华人互助联盟杰出华人互助联盟的这个情况。因为我们今天大家能够有今天的这个感觉，实际上是跟我们深厚的这个民主有关。因为我们讲经常提到就是上帝视角的问题，你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那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这个一点就是不夸张，那你应该知道嘛，像我们每一天其实都在有这个问题在问你，只是你不回答或者是避开了。实际上呢，我们呢作为人类一份子，那我们属于有的人可能是代表就是不同族裔的，那我们大部分都是中华民族华夏子孙。那这个民族呢，它是占人类的1/4，也是当今就是从市场上来讲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市场。那从经济发展来讲，它也是一个我们讲的叫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就是发动机。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就像在这个激流中的一粒就是水花，跟着这个大潮，就是有很多人想社会主流。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华人，如果仔细地想一下，从哪儿来？我们来自中华民族内心流着中华民族的血。那还有就是你是谁，那我们就是要带着使命，而不是说随波逐流，而是说要有自己的一个追求。那杰出华人呢，恰恰就是这些在这个大浪这个
整个社会的潮流向前走的时候，他们说做了一个带领。那我们到哪儿去呢？我们就要为人类做贡献，因为人现在的社会发展需要有什么？需要有人带领，需要有人指导，因为社会的发展面临了太多的问题，所以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共享盛举。好，我也分享一下啊，我觉得在我们今天的华人里面，其实很重要一点是我们要真的是互相的扶持，互相的团结。特别是在美国的话，其实华人其实不弱势，可是呢我们却常常都非常的羞涩或是谦虚，把很多的隐藏我们觉得最棒的东西都没有发表出来。你们知道吗，在好莱坞里面虽然有不同的公司他们有奥斯卡奖，可是那个都是比较在上流的部分，但是在独立制片里面其实也分了很多不同的圈子，比如说这是黑人的独立制片，这个是我们华人的独立制片。可是在每个独立制片里面，他们都会有一个所谓的红地毯，他们希望能够把每个很辛苦在学习的演员或是很有成就的演员都能够把自己展现出来。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华人其实也能够展现得更棒。那特别是我们很多的华人不只是在商业部分或是在媒体部分或是在文字部分或是其他的个人的才能事业上面也都能够有很好的发展。所以其实在今天我们道圣所提到的，他想要提到华人之光这本书里面，我觉得也很重要。各位观众，你们都是很重要的一员，我们希望你们能够一起的参与，也把你们的最棒的东西能够分享出来，让所有人能够认识你。真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讲我们要谦卑，我们要这个好像做的事不要让人家看，可是我们却忘记一件事情，神为什么要彰显在我们身上他的作为，就是神也要透过我们去彰显他的荣耀，对他的荣耀，他最棒的精彩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要发表出来让更多人看见，看见神是这么的爱我们，对不对？好，那就是阿门。确实是这样那个 Grace 分享的也非常非常的棒。那我们知道道圣博士呢启动了这个华人频道之后呢，我们将会迎来启动华人频道后的第一场春晚就是2024年1月的那个美国华人春晚。那这一年的春晚呢，就即将到来的6个月之后的春晚呢，我们将跟以往的地点也将不一样，我们会选在好莱坞的星光大道第11届美国华人春晚及全球杰出华人颁奖盛典将在美国好莱坞星光大道上的蒙塔尔万剧院举行。那道圣博士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关于我们要即将来星光大道的这个大剧院，这么有名的大剧院举办的春晚的意义，和还有中间是不是还有一些什么故事啊，还有什么的可以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吗？因为 Jennifer 已经最近这2届春晚已经做了主持了，她呢非常能够体会我们做这个春晚就是非常忙碌为大家服务，因为是公益性质，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春晚到处都是，那我们这个春晚呢确实跟别人不一样。那今天大家也可以感觉到，那我们杰出华人颁奖是伴随着我们的春晚每一届当然我们还有在企业家峰会啊，还有其他的大健康论坛上也有颁发。那这个春晚是我们华人的一个最大的节日。那在美国加州已经在10年前大家提出它作为一个节日，那现在已经就是上升了成为假日，也就是说去年我们做的春晚州长纽森他批了那就是罗丽伦议员他提出这个法案，那众多的议员支持，我们加州是第一个在美国把中国农历新年作为法定假日，对，作为假日，
因为作为假日的，大家都知道我们要上班，那那些不管你是在哪个岗位，从法律上讲，这个法定假日它的意义就是说，比如说你是一个工作的人，那如果你那一天老板要雇你工作，必须要配你额外的工资，那就是那一天呢是法定假日，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是没有人可以让你去上班上班的。对，但是呢，你知道他这个节日不能都是节日啊，365天，如果都是节日，大家就不用上班了，这个社会就没办法，没人工作了嘛。所以这个农历新年变为假日，这个也是非常的有 power， 就是非常不容易，这么多的人去推动，那我们呢，去年呢，就是我们的春晚呢，一个就是第10届美国华人春晚，那还有一个名字就是首届，把农历新年变为假日和节日同时的这样的一个首届春晚，所以明年呢，我们就是第2届，这个把农历新年变为法定假日，这是第2届庆祝了，那也是我们一路过来也是第11届了。非常期待我们2024年的哈春晚。等一下，我有问题要问你，老沈。那如果有观众他们想要参与啊，或是他们想要报名啊，他们怎么做？我们会陆陆续续的给大家详细的介绍。比如说，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我们的电话是626-758-0957，来咨询如何参与。包括推荐杰出华人，包括演一些节目啊，关键在于参与。那再说一遍，重在参与，对，重在参与啊。对，我们东北人讲，关键在于参户啊，参户参户。那电话是626-758-0957，626-758-0957。我想再问一下，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条件啊，或是什么要求啊？因为我们组委会会做一个评估，比如说杰出华人的评选，我们标准都有在网上网际网络上可以查得到。那首先第一条就要有灵性追求，那这个灵呢，它大家在基督教里面我们讲灵修，那我们在佛教里讲叫禅修，那我们今天我们的频道叫道，那在英文呢我们说 the way，God is the way, God is life, and then God is love. 那我们 the way 也是道，因为 free way 嘛，所以都是很看起来很巧合，但是也是实实在在的，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在整个春晚中一定会有上帝的这个手来托起。那大家呢也多祷告，相信神的恩典是足够的，也希望大家在无论在你们生活中和在事业上，都要相信我们没有神的托起，我们都是无能为力的。OK， 道森博士讲得很棒哈，神说只要你依靠我，我的恩典够你用啊。那我想请 Grace 也分享一下说，因为我们这个的道，这个华人频道开启之后呢，我们还将迎来另一场大赛，就是世界时尚夫人大赛啊。那 Grace 可以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好，因为这个夫人大赛啊，刚我们道森提到的这个晚会呢，其实它没有什么特别条件，特别是女性呢，你可以身材像我这样，那你也可以身材像我们的 Jennifer 这么美丽，那是没有限制的。但是呢，这个大会呢，这个时尚夫人呢，她就有一点点限制，身材可能就要类似就是我们的 Jennifer 这个身材，但是年龄呢没有限制，年龄是20到80都可以。那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其实它最重要的就像我们身上讲的，才德的妇人，
你要展现你自己的才华，神给你的恩赐恩典，当然不只是美貌，还包括你可能会其他的比如说舞蹈啊，或是其他的艺术文化里面，智慧啊，对，智慧才华呀，对，没错。那还有很重要的是在这个选美大赛的过程呢，我们会有经过几个阶段。那当然第一个就是你要上线去报名，然后在下线呢，我们会有组委呢会来做一个审核。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活动呢，能够推动了可能当地或是企业商业可能需要代言，那这个就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 的一个 idea。 那我们的选美的这个美女呢也都可以成为代言人。那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当我们在选拔的过程呢，我们会经过可能三个层次的选拔，那其中也包括的可能时装，还有旗袍，还有礼服，还有你的才艺，当然有包括个人的选拔跟集体的团体的选拔，团组的，对，所以会这方面。那我们也希望说，当然这个结合最后也会结合到我们的春晚里面，对，一起来做这个活动。那希望各位踊跃报名，不要担心自己长得不够美，不要担心自己，哎呀，我真的不够好，不会的，上帝创造你就是独一无二，你一定要相信你自己。好，谢谢 Girls 导演哈。本单元如何把的位到华人频道做好，我们主要讨论的是这个议题。我们邀请大家都来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活动，展现神给你们个人的才华，与展示你们的商业活动，丰富你们的人生，让我们的人生不留白。欢迎大家踊跃报名，一起走入好莱坞星光大道的红地毯。很感谢神，因神对我们的爱，是我们对人生的态度是可以不一样的。或许在人生中我们有不同的经历，但我们可以去学习享受神赐给我们的生命的意义。我们为什么活着？因为神爱我们。不管我们现在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神对我们的爱都是不离不弃。让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可以勇往直前，努力不懈地去寻求人生的梦想。有神的同在，我们的生命是被神祝福的。很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节目。好，也希望呢我们的节目呢带给观众有不同的回响。那也很谢谢你们给我们的鼓励。在电视屏当中呢有我们的捐款账号，也希望电视机的前面朋友对我们多多的支持与赞助。那在当中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多元的方式的经营，多元方式的展现。那如果你觉得你很有才华，或是你想要做商展，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来。谢谢你们，欢迎观众朋友，下次再见，机长哈秀。